看不见。沈先生，有人来了。沈兄，来了。你又跑到那么高的地方去啊？你来，我给你带了礼物。是什么？你拿这个。 这叫九连环，然后他有九个环，你要把它一个一个拆下来，这个是测智商的哟。好。沈兄，我刚来这里之前，好像看到沈公馆外还有监视的人呢。池山鹰和厉英娘都不是好解决的角色，当然不会善罢甘休。那你干嘛不直接把这个厉英娘给？厉英娘虽然可恨，但她至少不欺负穷苦百姓。 杀了他，换一个人上位，海东不知道会有多乱。这样能解决问题。难不成你还真想当救世主啊？威廉，以杀止杀，以暴制暴，是毫无办法的退路。嗯。怎么，作为一个病人，还不能有点追求了？能，你做什么都对。 你跟我来，米兰，你在这玩，我和威廉有事说。好。米兰的瞳孔有变化，我亲眼看到的。这是不是说明他当时看见你了？我猜的，这应该和我的血有关系。那我得去问问他，万一他真的看见了。 那时候定盲人复明的医学难题就能被攻克了，你想想，到时候得有多少盲人排着队等着和你的血。得正经点儿。那不如我们先做个测试。什么测试？血的测试。米兰。嗯。把这牛奶喝了，早上你忘喝了。我早上喝过了。听话。 再喝一杯。嗯。蹲下点。血的味道。他居然喝完了。 沈先生，我能看见了。沈先生，我又看见了。我知道，但只有一下下，我又看不见了。 我也知道，感觉有光吗？一点点。 这只眼睛是一样的吗？嗯。今年多大了？18岁。我来的时候问过他，他这个是从出生开始便有的眼盲。你的意思是？像他这种先天性的疾病非常难治，在现有的医术条件下，几乎不太可能。
你怎么不问问我能不能治好？如果能治好，你肯定会第一时间告诉我。可是刚刚听你说话的声音好像并不高兴，所以没关系的，沈先生，你不是跟我说还有其他办法能让我看到吗？就算是片刻的光明，我都觉得很好了。我不想瞒着你，米兰，我的血应该可以让你暂时恢复光明，但那无异于饮鸩止渴。人病了终究是要治本，这不是本。那我以后是不是不能喝血？不能。我知道了，以后都听你的。